同学们，我们今天呢要教大家画昆虫。昆虫在花鸟画里面呢是相当重要的，它呢会使那个花鸟呢整幅画面里面增加了很大的一种情趣啊。特别是画那个大写意的，大写意的花卉呢，里面如果你放了一些很工整的一些昆虫，哎，那个味道就不一样了。啊，所以那个你画那昆虫的时候呢，一定要仔细啊。那么特别是昆虫这个生命力很强，你可以呢把真的画那个昆虫呢拿过来放在眼前，我在案头上仔细的观察啊，把它描绘下来啊。这里面呢有蝴蝶啊，还有呢一些蜜蜂啊，还有呢一些像那些鹅啊。啊，那个船呀，还有一些那个蜻蜓啊，蟋蟀这些东西呢，我逐一画给大家看啊。现在呢，我先画蝴蝶啊。画蝴蝶呢，我们先勾线啊，用淡墨呢把它轮廓先勾出来啊。我在这个纸上画啊，它的双翅膀上面的，哎，有这个筋膜，把它的筋膜先勾出来，哎，用淡墨，双翅把它画出来，哎，那么把它的本身也画出来。把它的几个角你也要有顿挫啊，很有力的哎。那么它还有几个出书哎。画好以后呢？它这个翅膀的边缘呢，用淡墨把它混开啊，还有一个蚁蛋，蚁蛋呢很长的，哎，再勾上细的筋。那么你再用这个笔的侧锋擦它的乙的质感，把它擦出来擦一下，枯笔好那么后面也勾一下那么我们再沿着这个颜色呢是六的这里面呢，我们头上六的颜色，里面呢，有点深六色的这个胃袋里，胃部的袋子呢也是六的，六的这个边缘呢
有点难。有点难，哎，那么他这个尾部呢有个眼睛，他这个眼睛呢是红的，商业上的眼睛，花眼睛，其实是他的装饰品的，很漂亮的。本身呢，有点扎实实的啊，颜色。好，这个蝴蝶啊，那么中间还要有一点这里，耳带上面，我们再来画一个蜜蜂啊，这个蜜蜂的画法呢？也是很特别的，它要用颜色啊，先用蜜蜂呢，我们先把它画成它的本身的黄的颜色啊，画好闭上的啊，那么后面几遍画出来接下来呢，用蚱蜢啊。画出它的蹄，这里啊，那么这里一个头，头上呢，要用墨，等一会用墨来加啊，后面，那么我们要画出它的上翅啊，上翅呢，我们这个翅膀呢可以用代码，代码呢就是代码上面，这是壁上的代码啊，稍微有一点浓那么你这里边，好，这样的朦朦胧胧的啊。那么你也可以呢，先把那个翅膀先画好也可以这样一边，那一边，画好以后，再加那个本身也可以先画头啊，这样，那么。屁股画出这个浓墨让它深化一点，那么再加上黄色，扎实这是飞下来的，那么飞上去呢，也可以先画啊。你看，头上先画好，那么再加上黄的背啊，两只脚啊。加上，花瓣，那么，也可以，很朦胧的，很淡的，很朦胧的，
种飞动的样子啊。好，我们还有一种王蜂啊，王蜂呢也就是叫吴蜂，这个蜂呢比那个蜜蜂大一点啊。我们呢可以啊细画啊这个头啊。这也叫做细药蜂，哎，那么我们它在飞的时候呢，把它的体，哎，长的体，哎，画出来啊。那么它的翅膀啊，哎，速度要快。有点枯瘪，哎。这是王蜂啊，还有一种青蜂比较瘦，用水墨来画。它的翅膀啊，这是一种。接下去呢，我们画飞舞啊，飞舞呢也是挺可爱的啊。我们先用淡墨啊，在这里画啊，淡墨的。瀑壁，哎，把它的头，哎，画出来，它头上呢一两个眉，哎，弯弯的眉，这个就是那峨眉，哎，本身，哎，用淡墨。翅膀，翅膀，那么它的前面有两个大蹄。放一点淡黄的，淡淡的黄的，哎，淡淡的黄的，点上黑的眼睛，好，这个飞舞啊，这样的。那么还有它飞的时候啊。要花一深花一点，毛茸茸的，添上眼睛，它的蹄，加上两笔红的，
我们来画锤啊，这个锤呢，就是治疗一类的东西啊。我们去画的时候呢，也是把它上衣先勾出来。啊，我们在这里画啊。他的头部呢，要级别，分得清，眼睛呢，要黑一点，圆黑啊。那么中间呢，要加一条啊，啥色样的颜色啊？好，那么再加本身的一条一条啊，让它深化开来，要画。这是壁面正啊，正壁面的啊，加上前提啊，前面的一张题，旁边的题，这样呢，它包在一块纸条上面啊，这个纸条啊，好，我们从它的肚子上啊，看到这个看到 B。看到他肚子啊，也是我们先画一条，竖条啊，竖条先画出啊。那么我们啊，这个头在下面，我们用 dam 先把它的脚画出来，脚包在这个枝条上面，脚画好以后，那么再画它的底下的肚，最后。画他的上衣，那么他是这个肚上面呢，有一点淡淡的扎实实的，淡淡的扎实在这里。像这种昆虫啊，能够扎得到，扎了以后呢，你可以放在案头仔细的观察，把它描回，很有味道的哈。接下来我们画那个蜻蜓。
蜻蜓啊，我们画一只大一点的啊，先把它眼睛画出来，嘴巴，颈部的一些大面积的结构，蜻蜓的上翅了。比较细，哎，应该用代码。你可以拿真的蜻蜓的翅膀啊来看，哎，把它描绘出来。它要画的时候呢，你要两面要大小要一样，哎，你要估计一下啊。这个翅膀你勾好以后呢，用那个抽风干擦一下哎，把它干一点，鼻头上干一点哎，那么你就这样了，你得擦一下，哎，好像这个它这个翅膀上的一些哎，斑斑巴巴的一种哎，半透明的一些哎，一只啊出来啊，那么。接下来就是画那个体的啊，它前面有四条体。我们这个颜色啊，它是青颜色的，那么我们就用花青啊，用藤黄啊，翅膀上的基本上没有颜色，但是呢，也可以淡淡的啊，少上几笔。这样呢，也看着一种透明感啊。嘴巴有点红。好，同学们啊，我们现在把蝴蝶啊、蜜蜂啊、蝉啊，还有个飞蛾，还有蜻蜓啊，我们都画了。那么这一节呢，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啊，就结束了。我们下一节呢，就要画那个螳螂啊、啄木啊，还有蟋蟀一类的，还有天牛，啊，再会。